德奇高明，他好像是英国还是什么，也不晓得。感觉应该跟他英国，他是猎狐犬，猎犬，是抓狐狸的，看不赖。或者人家有的人说是飞狐，对啊，我们这款叫飞狐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让他们玩。露露让他们玩没关系。没有动口都可以。两个人在玩摔跤。